这是北京最时尚的一个场所，但是大家不知道，我在三里屯住了30年，就是南三里屯。 进行体验了，1到5层有主题的表演，然后表演时间都在那个小屏幕上，大家可以找到。那6点呢，我们还会有一个 after party， 也在这个1楼，所以大家都别走哦。在 after party 上还会有一个惊喜的抽奖环节啊！谢谢大家，现在是拍照。